走。厉害吧？我从逢甲夜市的尾巴走到底，完全没有被认出来。很会伪装吗？好，你等一下就拍这个 logo， 逢甲夜市 logo， 然后慢慢带到这边，然后我讲话 ，OK？ 好，来了，好。今天呢，我来到逢甲夜市，但是太低了，太低了，到这里就好了 ，OK？ 这里就好。我今天来到逢甲夜市，然后呢，我突然想到有一个 idea， 新的 idea， 就是我要用400块来看看在逢甲夜市能够吃到多少美食。怎么样吗？厉害吗？我从逢甲夜市的尾巴走到底，完全没有被认出来。很会伪装吗？